SM307 整形机主要用于热狗、面包、法棍等面包的除气与整形，使成卷杆状。安全防护，入料口设有紧急停止，提高工作安全性。结构简单，使用方便，成型效果好。面团整形范围50到600克。打开电源，机器运行，根据产品的需要调整滚轮间隙和压板高度。面团有入料口放入，有出料口收起。压板调节把手调整压板高度，决定卷圆长度。滚轮调节把手调整滚轮间隙，决定压沿厚度。急停开关压下停止，旋转自动弹起，机器运行。关闭电源，用抹布清洁机器表面的面粉，用风枪清洁机器内部及输送带、滚轮、刮刀上的面粉。